除了心意和感情，我们别无添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。我果然不能太冷静的说话。今天我们要吃的这家甜点呢，是来自台中南屯区的我愿堂。我是一个非常爱吃柠檬塔的人哦。这一家呢，也是我上网呢无意中看到的，哇，觉得他们的图片真的超美的，于是呢我就订了一组回家看看是不是真的如网络上所说。我们先来吃这个柠檬控法式柠檬塔礼盒，灵感源自法国巴黎杜勒里花园为柠檬控而生，这里面包含了冰染系玫瑰柠檬塔，还有闭眼吧经典柠檬塔，还有一撮小绿绿柠檬塔。他们家号称独门特制灵魂塔皮，我来吃吃看有没有灵魂。我先来吃这个晕染系的玫瑰塔，因为它这之中呢包含了粉红色还有黄色的颜色哦。然后因为这个柠檬塔真的跟外面的都不一样，外面的可能就只有一种颜色，不管你是可能绿的抹茶呀，或者是黄的柠檬啊，它这个呢就是稍微的帮你做一个点缀，哇，真的超特别的哦，我要来吃它咯。哇，这充满了柠檬的清香，那种森蜜啊森蜜的感觉真的超棒的哟。这个叫做闭眼吧柠檬塔，为什么叫闭眼吧呢？我也看不出来，难道这些是眼睛吗？哦，不过它真的捏的还蛮有特色的，吃了千篇一律的玫瑰塔，它也可以换一点造型哦。其实啊，它的塔皮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哦。外面有一些其他家呢，它的塔皮会加了很重的杏仁味，可是他们家呢不会，就是单纯是那种饼干的味道，很单纯，很好吃。虽然呢，柠檬塔吃起来味道都差不多，但是它在这样一盒的组合里面帮我们变化了一些造型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吃起来好有新鲜感哦。这一个呢叫做一撮小绿绿柠檬塔。小绿绿呢，指的就是上面这个柠檬皮，它可能刮了一些放在上面啊，可以让我们在吃的时候增加一点口感。相比之下呢，因为这个柠檬塔它的分量那个馅料比较少一点，所以它吃起来没有那么多柠檬的厚重感，吃起来感觉比较相对清爽。这样纯手工的甜点呢，真的吃得到我愿堂的用心哦。如果你是柠檬控，跟我一样非常爱吃柠檬塔的话，这一组真的优先可以考虑带回家吃吃看哦。三种不同的造型，吃起来真的超开心的。吃完了好吃的柠檬塔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他们家店内非常招牌、很受大家欢迎的，叫做经典浓浓厚乳酪蛋糕。哇，他帮我们切好了耶！这是选用纽澳进口纯净乳酪搭配独家的减糖配方的蛋糕哦。幸福就是一口直接吃进去，哇！入口即化的绵密感，吃起来超清爽，超好吃。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是，为什么这个乳酪蛋糕吃起来可以这么的不甜不腻啊？刚刚吃下去那一大口，哇塞，美味指数爆表！吃着乳酪蛋糕，来杯茶或是咖啡都很棒哦。我真的是没想到，当时呢，我只是无意中滑手机看到我愿堂，然后就想说，我就订一个柠檬塔跟乳酪蛋糕这样一个绝配的组合带回家来吃吃看。结果真的这么好吃，没有让我失望哎，我会再回购的哟。如果大家想要吃吃看的话，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愿堂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请帮我的频道按下订阅、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咯，谢谢大家。